本分局9月25号受理民众报案哦，陈吉先生哦遭人强行押走哦。于受理报案后，我们立即派员前往了解啊，确认哦是赵伟强白色纸条个人押走。在确认之后啊，我们立即全员动员哦，以营救人被害人为优先的啊，立即展开调查。那你们事后是怎么抓到这名嫌犯呢？经确认他的最后的行踪哦，是在高雄市的之后哦。我们就立即协请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兴分局侦查队跟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三队啊，加入我们的阵容啊，共同组成专案小组啊，集体侦办啊。